前面一个旅行团，现在我们要过那个桥过去，一个人走的小桥。现在站在桥上可以拍到美景，下了桥以后就可以看到外面这个城墙跟老房子。看到第一个城墙，漂亮。跟后面几个不够巧，这个托叫做摩尼托，漂亮的外观，三十几节。偶尔阳光出来就会很亮，现在又没有。这是教堂前面，没有教堂的中心。刚才从那边走过来，是不是？窗子是很细，瞬间太美了。
약간 다른 거.